哦，大家看得到后座好像一个拳头、两个拳头、三个拳头、四个拳头、五个拳头、六个拳头，还有六个拳头。杯架藏在前面，弹出来的速度跟我内裤脱下来的那种感觉很像。我们要卖多少钱呢？258,000，好不好？就是卖这样。哎，怎样？说我怎样？卖美胸秀杯赛？我未想想嘛，未使哦。哎，你看我的新车，嗯，不错吧？怎么没有天窗？这次有天窗啦、啊！哇、哦，天窗很小呢，这样怎么看星星？我们可以看星星了。嘿，走吧，我们去晒太阳吧。宝贝，要不要戴安全帽？不错吧？还蛮方便的耶，这个应该是那个浴室高级毛巾架。宝贝，你看，新的车有天窗，笑场个屁呀、啊！你笑个屁呀、啊！NG， 觉得你很好笑。宝贝，你笑那么开心干嘛？你自己从来自然，讨厌。哈哈哈哈哈！这种甩东西的，万马狙击队，恭喜你杀青了，恭喜乔宇杀青。跟你讲，开肌肉车的男儿没有在用什么叫做娘炮电折的啦，被鬼的是乱花灯啊啦。老板，我去摸哪种？快车道为超车道，对不对？我们不能占用快车道，对不对？啊，你看这规排拢被超车嘞，快车道为超车道嘛。啊，这规排超前，看绵延到前面那些都是要超车，一直超没过，超到包奖嘞，一直超不过，哎、欸，超了还想再超，超了还想再超，所以他们一直在快车道，直接艺术嘛，哦，好，我们好，8+9=17，马三，好不好？是不是？那么我没讲，所以超车道是外线嘛，哎呦。在台湾超车道是慢车道，好不好？看到日本字出现在我的车上，我就爽了啦。シットベルトを着用してください。哎，对，什么赛我唔知。我小时喜欢这台车子，日本进口。我是喜欢看日剧，不喜欢看韩洋剧，就是韩剧跟西洋剧都不喜欢。对于我们这种老屁股来说 ，CVT 的变速箱开起来就是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用001的还是用003的，反正我就是隔着靴子在搔痒。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对于你的生活、你的人生已经没有热情了，你觉得车子呢，它就只是一个交通工具，带你从 A 点到 B 点，好 ，B 点到 C 点，最后到 G 点，经济为出发点做考量，那你就买这个车吧，彻底的放弃人生的一个交通工具。175/654。你看这什么时代啊？搁你用14寸的坑，人客啊，你来看一下。你从后面吼、哦、来看一下它这个铝圈宽度啊。哦，刚才我都买嘞，阮家巷啊靠迄卖地灰灯的小货车，轮子也差不多这么窄而已。那各位年轻的消费朋友要注意，如果你家里你的爸爸妈妈刚好有一台 Vios， 当你吵着要买车的时候，你爸爸妈妈跟你讲说，哎呀，家里吼、哦、还有一台 Vios。那不然你先凑合着开，那等到这个 Vios 坏掉了哈、哦，那再换你想要的马三、好、哦、BMW 都没有关系。我告诉你，这种鬼话
一定不要相信。等你开到你结婚生子事业有成了，你都还分不了车，叫你凑合着把 Vios 开坏再换车，没有那种事情。 Vios 是不会坏，好好的开这个车3年，好好的开这个车5年，存够了钱直接换一台屌车。你停车你白人，你不看我哪车啊？啊有没有女孩子开怎样人家打不开帮我开瓶盖，然后收到货有没有人家耍不告等啊，不告等的不要都耍不啊。不是啊，我说没有教堂啊，不告等没有耍不。DIY 的治理名言是什么？撸铁撸铁，对吧？啊，鬼杀蛋啊，鬼杀蛋啊，啊，鬼杀蛋的这个经理啊。我还讲啦 ，DIY 的时阵哦，找螺丝的时间有没有 ？Q 螺丝的时间比真正 DIY 的时间搁较侪啊。就跟你自己想要处理的时候，找骗子的时间总是比真的处理的时间还要多很多啊。找不介意的啦，啊，咱防不损害。水龟波，结果找到爸爸妈妈都回来了，只好草草了事。插落去，插落去，唔通闹鬼。插落去，插落去，大家欢喜。不哩啊，不哩啊，大声！哈不要惹我，我是涡轮密钥匙哦。哈笑阿宝，我来跟你讲。阿婆你阿婆是说那台车在啾啾叫下下准备两台冰室没 feel 有没有哎、欸、他让了他让了有没有有没有来玩正我要切啊你我的习惯把我们的这个后照镜跟隔壁差不多距离齁一根男的距离是40公分，差了两个，说差不多，不是吗？哎、欸，没有，我没那么长。哦，没有，对对对对，我没有40，我更加不一样，对不对？哦，后边是 BR 啦，你看电话录 BR 嘞，一张音啊嘞，你看电话嘞塞，唔知个哦。我讲我车头啊未是卖嘞，你翕者你翕者，我讲我车头搁你换到嘞，前轮超过切回来。你阿妈在跳咧，我你看一下，你看一下，你看见这是啥物？你我绝对有爱甲你讲的啦。对、欸，先生，先生，这边电话来咧。啊！你若停车难弄着，干嘛来处理一下？干嘛停到后边啊？你干嘛来处理一下？啊！你给我车弄落，我这车真贵的嘞。我怕弄错嘞。不如我付不用钱。有无？担保有无？我看有看到无？向边有无 ？Camry Toyota。哇，现在 Toyota 停出位家，哎、欸，不是 Toyota 都是三宝，是三宝都喜欢买 Toyota。好啦，咱先不论你人生做安怎啦吼，虽然你如果是彭于晏开什么车都没关系啦，对吧？看起来就很像日本路上有的 K car， 那感觉起来又有点文青系，对不对？啊，对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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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哇，你有挂几把镜啊？对呀、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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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你的文青啊，对吧？哦，我现在一个我要求哦，我现在一个再加速哦，我觉得好像这个后轮驱动嘛，对吧？我觉得好像这个被人家从后面哈、哦、一直推一直推，你知道啊？你们有没有被人家从后面推过？我是没有啦，欸、我是没有被人家从后面推过。我跟你跑干嘛？我就狮子啊！我一看，哎、欸，阿弟走，对吧？小屁孩。你塞那啥物，伊咧带我咧带，未来车敢那阿跑咧，啊你我甲你走，对不？硬是拄我好尔，啊万不离为着甲你走，无注意去弄着，我唔加衰。哎呀，这车不知不觉我这样开，我就开到海边。每到夏天，我要去海边，哇！
淡水快有高雄妹。